你好，欢迎收看4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吕慧。强烈地震重创了花莲的观光产业，花莲县政府为了振兴商圈经济，周休二日假期两天，带领着花莲县商圈组织在台北捷运西门站6号出口大厅举办了“震后振兴花莲依然安好”特色伴手礼的展售会，邀请北部的乡亲一起来用实际行动支持花莲。强震造成花莲观光产业陷入旅客进不来、商品出不去的困境。县府为了协助观光产业振兴，主动支持商圈组织到外县市办理展售会。县长徐正卫现场大力推销，就是希望游客可以前来花莲旅游，更欢迎民众到捷运站现场选购，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花莲的产业走出震灾困境，一起重新出花。支持花莲，花莲加油！记者金弘毅台北采访报道。